为台湾强优生的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最近来台湾访问，伊过去嘛表示讲，台湾甲日本一家伙啊会当讲是兄弟的感情，更加表示讲日本未来有可能成立台湾。そして民主主義の世界中の国をしっかりとコミットして、台湾を孤立化させないこと、それが一番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。幾日間在國際場合講到台日關係是一家伙啊。立场是正优待的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，即马又将登号总算来台湾访问啊，而且嘛出版伊的新册。伊认为讲，面对中国的侵略，民主国家拢应该爱防卫台湾。台湾有代志，就是日本有代志。也拿日本未来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，嘛是有可能的。台湾をしっかりと民主主義の仲間、国家としてしっかりと認めていける、そういった時代が来ることを信じてます。そのために尽力します。日本最近几啊届关注台海和平，美国嘛传出会伫个国会各方授权法案，授权军事援助台湾100亿的美金，可能间接认定2027年进程是中国拍台湾的高危险期。美国有朋友对抗中国，美国、英国甲澳洲三国的国防部长七七举行会议，讨论安怎加强安全合作，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。美国会大幅度增加伫个澳大利亚的军事支援，可能看作是对抗中国的重要指标。Over the past 15 months, we've made great progress toward identifying a pathway for Australia to acquire conventionally armed and nuclear-powered submarines. Today, on behalf of President Biden, I want to reaffirm the U.S. commitment to ensuring that Australia acquires this capability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date. 美国副国务卿索曼也跟意大利外交的高级官员在罗马见面。双方在会中表达反对各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，也强调讲，在罗西亚粗残攻击乌克兰百姓和建设的时阵，会共同支持乌克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